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三班一千直路，皮亚士纪念杯准备，准备。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呢，今日前面快啲嘅马啦，见到呢咁喺埋边位置嗰啲快活江山如画要抢啦，中间起迎门啦，大行情啦，咁粉红眼罩一只啊。跟住第四位啦，威威巨星啊，响入面呢仲有呢隻呢，咁就係呢个天时进区嚟㗎，后一阵嘅马啦，四季星啦，东间呢就係东城西就啊，信心出击啊，咁再喺入面呢仲有呢隻满贯风采，后啲先有碧科啦，咁幸运全胜喺外栏橙衫橙帽嗰隻啊，包尾呢就係精彩嚟㗎，跑咗接近一半啊，起迎门呢咁占先㗎，跟住第二位就江山如画，威威巨星第三啦，中间粉红眼罩呢仲有呢隻大行情㗎，咁再喺外边啊，幸运全胜啊，亦都上紧嚟，中间揾紧咪有东城西就四季星啊，咁啊响入边咧就系碧科嗰啲马，最后二百到啦，起迎门喺外栏，中间穿上嚟啦，有威威巨星啊，在中档位置就系江山如画，入边系大行情啊，接近终点啦，威威巨星都好有机会打搭再赢啊，跑第二名江山如画，第三大行情，第四咧就幸运全胜啊，咁啊计个各份条件咧，咁啊二号马呢只威威巨星今次仲跟前啲同你跑，咁佢一样系爆翻咁上下嘅时候，你就好恶趣啦。威威巨星打搭赢啊，江山如画第二大行情，第三幸运全胜第四，结果都系啊，威威巨星好似手风顺啲啦，潘顿啊喺度突围而出，今日跟个位好前啊，直情前过四季星添啊，跑第二名就江山如画，第三咧大行情啊，呢只幸运全胜，左冲右突咁翻到嚟跑翻个第四嘅啫。29蚊，结果喺度赢。